这是马祖道义禅师的禅，禅宗的禅。譬如你们禅化就将佛念奏出来，好像儿时学化的一样。大念禅师那么一个和尚，被马祖后边来见马祖。 求到文化，到满洲前面一站，也不等于旁边地方也一站，那就看了。你看什么？他讲一句话：“有不将来如何？”我什么都空了，什么都没有。 怎么样？有不将来时如何？马祖打出一句话：“放下。”他说：“一物都没有，空空的，还放下了什么？”妈就说：“放不下，你跳起脚。”这一句话差不多。 就那么简单，你有还有个空在吗？当然放不下，你心中还有事啊，放不下，你跳起脚，跳也跳不起啊，心本来空的，上座。 如何是佛啊？心即是佛。如何是心？心本无生，应正有。前正住生有。盘起腿来，好像有一点向下放下腿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不是白说了。 那是修腿，而不是去麦当劳买个鸡腿来啃一啃就好了。嗯，好了，两个关了。心空即地归呀。